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听一下卡玛 F1 的缺角管还有我们圆角管的两个音色的对比，因为很多网友关心这个缺角和圆角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差别。我们采用的是手机植入的方式，我们采用了一些简单的采访，然后听一下这个新的音色。首先我们先听一下那个空间音，接下来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圆角的41寸的，然后我们听一下圆角管的空间声音。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缺角管的分解和弦。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圆角管的分解和弦。缺角管的扫弦，圆角管的扫弦，接下来我们用缺角开了加震神器，我们弹一下这个安和胶间奏。接下来是圆角管弹和小前奏。